它不能捏软，好吧？让我搬过去。好、哦，我今天计时，所以我要负责计时。自己帮自己计时。对。就记一下。嘿，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 CoFest 分享，然后这个是我们其实每一次大松的时候都会放一个协作页面，然后我们会把今天大家做的事情放在上面。对，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爪，他帮我们修好了几个 UI 的 bug， 然后还有 Peter 有帮我们研究，就是利用自己 AI 专才来研究 image matching 要怎么来研究 image matching 要怎么实做，那未来有可能可以运用在我们 chatbot 以图找图的功能上面，然后还有 steaming。帮我们去看一下说，YouTube scraping 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感谢 Sam 帮我们神速的翻译了四篇谣言的讯息，那我们之后会把它公开，可以公开了，在那里，公开在下面的这个 Google Doc 的地方，对，那可能授权的话应该是 CC0， 跟我们专案的所有其他东西都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话也有非常感谢今天，生日的4000。以及 Wind、T、Jackie 跟 Lin 跟我自己，对，我们今天都有做一些辟谣，所以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回了54则讯息，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每一则讯息，每一个回应下面都可以按，就是觉得有用，觉得没用。那从过去开始，从十点开始到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114则新的回应，这样子，对。那今天的话，除了这些下面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个在待在家里面还没办法来中研院的这段期间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些就是主要蛮大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现在每一则讯息现在都可以使用 category 就是来标记，然后我们这边的每一个 category 它其实的设计就是说，我们是想象说，有这些讯息，因为每一个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人，或者是每一个不同兴趣的人，他来到 CoFest 都是面对同一个列表的话，那可能他会需要卷比较久的时间才有办法找到对他来说有兴趣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想说，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设计一个所谓的category 的话，那么无论是编辑，它可以直接去用这些 category 来找讯息，然后它之后也会有直接订阅一个 category 的东西。那这样这个 category 的讯息有新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它就会有寄信或什么样的功能到它的信箱里面。那我们的 category 的设计呢，是想象，我们其实是想象说我们其实是先想象一个群体。然后再去把这个讯息的 category 标进去，例如说像是，政治跟政党，是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就是政党的支持人、反对者，然后在 CoFi 里面也正好也确实有很多跟政治相关的护航文或者是批判的文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会设计一个叫做政党政治的 category， 然后目标的编辑是这一些，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讯息，例如说科技、资安、隐私。那如果未来有 EID 的讯息的话，那肯定是放在科技、资安、隐私这个 category 底下。对，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是第一次去使用这一些 category， 然后呢，以及去实际的去使用这一些这个 crowdsource 的 UI 这样子，然后也收了一些就是使用上面的 feedback。对，然后四千的话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花莲支持着我们的一个台东一直支持着我们的一个就是编辑，那今天他就是生日，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做事情这样子，然后也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 UI 上面的建议这样子。那这是今天在过程途中遇到一个有趣的图，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UI 在特殊的数字的时候会跑出比较有趣的东西，对。然后刚好就是左边跟右边的数字都是特别的，我就得到一个生气气的44只石狮子。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报告，谢谢大家。对。